光纤，这就是光纤打标机的，好重啊，加个木箱有92斤。哇天哪，这么棒！这啊，这就是激光打标机，开始试试看看。这几个字呢是之前那种叫激光雕刻机雕的，好慢。现在试一下这个激光打标机啊，后视板，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试一下这个，先打开邮件。掉了，好慢的，慢慢烧。看这个打标机，看效果。这个有红光定位，标什么位置的话，这个就比较激光。这两个位置应该够。这个高度调出来的，这个高度没调好，刚才还要调高一点点。刚才忘调这个高度，这个标记。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很快的，很快的。因为我觉得那这个效果就不会说像雕塑机那样把它烧焦了，这个再雕一遍，快得很。不行了，不行，把工具再，把这个工具再长大点。可以，你看看，来，这样。看一下，这就是打标机的效果了，组装箱的。这边是雕刻机的，烧了有烫，当时烧到用手擦到有那个烫，手黑黑的。这个打标机的话就，刚才那个高度不行，我放这里量一下高度，重新打一下吧。刚才那个高度没放好，我们看它那个焦距要量一下焦距，现在重新量一下，因为每台机器这个焦距不一样，我就再重新量一下。这个焦距太高了，怪不得太高了。那这样就好了，焦距重新打了，重新打的话，重新打的话就那个位置就不准，不了。行吧，不同步现象效果，我先打到这里，这就打错了。刚才是放在这里，这就打错了。行了，就这样，试一下。这个焦距的话就有冒烟了，再来一遍。这个眼镜看着光都没事的，拿点雕刻机看看那个眼镜保护的。这是70瓦分70的功率，好像的话这个只是效果没有这边这个雕刻的这雕的话雕得很深的，烧的，它这个是烧得很深的。放在其他的金属的，没有金属的，然后这个没有什么金属的，然后这个试一下，照片试过了，开关这个效果也好，这个二维码是用那种激光雕刻机雕的，烧了可以有碳的雕，好慢，这个激光打标机快多了，这个还大，算很快了。找个微信收款码，这是红光，还有紫光，好像
我这个小螺丝不够它的电，可以把这个可能就不错。拿你手机过来扫，然后扫一下，支付钱，支付0.01元。拍出来扫一下，喜欢的关注啊，关注啊！需要打什么的话，各位免费打，进过来，今天免费打。快点，快点！完成了，完成了。我用这个，我来拿出来的，完成了。我用这个另外一个手机微信扫一下，看能不能支付。有错了，扫一扫。我扫这么久，我捉住那个光线了。可以了，可以了。这个，你帮我再拿着，然后再扫光线，重新扫一遍，重新扫一遍。这个光线怎么样？这么慢？其实好慢的，镜头有问题。拿到一定能了，应该有两个在一起。The company is expanding various kinds of products to all customers, the same as UV printers, large format printers, CNC routers, laser equipments, cold hot laminator, paper cutter, screen pad printing machine, and all type of heat press. Join us and view more at www.crossway-industry.cn.